网络上就出现山寨版。一样的画面，相似度99%的声音旁白，乍看之下还以为是同一支广告，但内容却天差地远。每一个地方甲乡镇，每一摆情景甲跳跃，爱谦虚不是碰风，台湾人吃好面，是老实不是假先，骗袂惊，学袂巧。国民党推荐的候选人名单变成蓝营人士前科大会诊，最后还署名中国金光党，狠狠把国民党嘲讽一番。网友效率之高，出手之狠，也令人刮目相看。请继续搁一摆，红旗面的机会，中国进攻党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一向很重。